二审什么时候开庭？明天上午。胜算有多少？我们之前固定了很多证据，但是还不能完全证明对方侵犯魏先生的知识产权。结果怎样，现在还很难说。魏老先生那边怎么样？魏先生让你不要因为这件事情焦虑，好好休养。这是他的意思，还是你的意思？全体研发部门的意思。好，我会回去睡一个好觉，明天法庭见。我的当事人曾经师从魏诗远先生，在这期间和魏先生深度讨论过这个新材料的科学问题，在魏先生退休离开研究所后开始研发这个新材料，所以不能因为我的当事人的研究成果与魏先生的笔记本上的分子式有共同的地方，就认定我的当事人抄袭对方，这对我的当事人不公平。完毕。各方围绕庭审重点充分发表了辩论意见，控辩双方是否还有新的意见？审判长，我说可以吗？审判长，我当事人有话要说。可以。谢谢审判长。刚知道你拿了我的分子式申请了专利并做成了产品的时候，我非常气愤，当时就想找你去算账。其实你完全没有必要这样，虽然我当时的研究已经基本成型，但还是有欠缺的。我把研发报告交给你，就是想让你把它继续完成了。我老了，老伴也中风了，名利对我来说都是过眼烟云。我是想让你把这项研究进一步的完善，最终做出你自己的成果来啊。当我得知你做出了长绿毛的变压器，我已经没有了怒气，只为你感到悲哀。你表面上把报告推给了我，而背地里却拿着我还有缺陷的分子式，既不检验也不论证，就照猫画虎地拿去申请了专利。一个知识分子，一个做科研的人，不追求学术，是不择手段的追求名利和地位，起码的道德底线都没有，你怎么会堕落到这种地步呢？变压器长绿毛不可怕，不用就是，而人心长了绿毛怎么办？我也为我自己感到悲哀，为师者传道授业解惑，我既没有教会你做学问，更没有教会你做人之道。最让我感到悲哀的是，你居然借着这项技术让大家以为你是行业的权威。如果权威都像你这样，那国家还有什么期望啊？让这些真正做科研的人情何以堪？你这个假权威用不成熟的技术制造出了失败的变压器，造成的恶果是用真正的好技术生产出领先国际的变压器都没人敢买。我代表我的学生跟你们说声对不起。开始吧。雨滴雨滴走。我这边的都是没有问题的。我也没问题啊。你这边可以吗？可以啊。好，雨滴雨滴，你在干嘛呢？我在思考人生，请不要打搅我。啊，这句其实还可以，我能接受。
对，雨滴雨滴，一加一等于几？太简单了。独立思考很重要，这个问题你不该问我。一加一不能就说个二吗？啊，说个二很难吗？我这是个误会啊。那还有呢，雨滴雨滴，打个功夫。咏春，十字春，卖出去了吗？你们俩就鼓掌，钱赚回来了吗？哎，真的，我现在特别想装得得体一点，但是我做不到。我现在好像回到高考前，我刚刚把备考准备好。你们俩觉得一切尽在掌握之中，但这恰恰就是危险的开始啊！一切都会好。怎么好？你告诉我怎么好？知道我为什么说话越来越难听了吗？漂亮话没有用。你要是坐在这个牌桌上，你赌的是你自己的钱和命，你才知道那个压力。什么意思啊？他送的，他设计的。至于分得那么清吗？这事必须得分清楚。是不是没钱了？你怎么知道？因为我无助的时候就会经常跑到这儿来，就这么坐着，看看。现在遇到的问题太多了，烧钱的地方也太多。我们要是首批产量大的话，就没有钱做销售，首批产量小的话就成本太高了，反正现在是进退两难，处处也都是陷阱，太累了。特别理解，因为这些我都经历过。其实这个时候我还真挺想找个人依靠一下的。反正现在能把我从这个地儿带出去逃离一下，什么都别管就好。靠一下啊！嗯，知道，我也借一下。我的腰、肩膀、脊椎好像都已经不是我的了，为什么不能找一个工厂呢？我们打包厂是另外一家工厂，咱们这么多，那得多少钱呀？咱们现在到处都是应付账款。好，那我们可以找熊儿啊，熊儿有一帮学生，人多力量大啊。别害熊儿了，你让他带着学生做研发还行，哎，让他带着学生做打包，这不是害熊耳吗？我也是做技术的。我们卖出去几台啊？八台。八台？还有四台是要退单的。哇，四台！
那四个人一定不会后悔的。哎，你好像不是很着急的样子。着急有什么用？想办法呗。再说，不还有你给我陪葬的吗？陪葬。 是在暗示我吗？只有夫妻才会葬在一起，所以陪葬的意思。不是。才好几天你就开始胡说八道了，赶紧干活。我饿了。几点了？要不你再忍忍。 晚上我约了几个舆论专家吃饭，靠不靠谱啊？靠谱啊！别逛悠了，我跟你说啊，嗯，以后要是真的谈不好的话，你就委身求全一下，施展一下美男计啊！啊，你让我委身于他人，就没有一点难受吗？委身也得有人能看得上。 是范小姐吧？我是纳鲁湾。啊，你好，你好，方引荐。哦，你好。所以纳小姐，您是满族人？网名纳鲁湾姑娘。哦，不是满族人。我不是网红，我是研究青少年教育的，去年网评的10大最有价值舆论专家。那舆论专家？ 具体都做一些什么呢？平时稍等，别想啊，那小姐，那个我突然想起来，我们还有一个大订单没处理，我让她先去应付一下啊。来，你跟我出来一下。什么大订单？什么订单？菜单？太贵了，咱们仨根本吃不起。那怎么办？这样，反正这嘴呢也谈不了什么，我去就够了啊。你在门口等我。我。 好像中午就没有吃饭。坚持一下。哎呀，真不错啊！这是属于高端的教育投资啊，经济宽裕且对孩子未来有愿景的家庭一定都很喜欢。这和我的粉丝群画像高度重合啊。那我们这个就靠纳老师您多支持了。嗯。 细腻丝滑，如少年的初吻。服务员，麻烦你帮我们再开一瓶。推广这块啊，不用担心，公司几个大 V 啊都是联动的，基本可以覆盖你们90%的用户。你们也不用再找别家了。回头我组织一场线上直播，主题就叫做“未来已来 ”，AI 统治的时代，我们该何去何从？太好。 对了，到时候我再邀请几个有名的科幻作家一聊，你们展示一下机器人。等直播结束以后啊，我叫大 V 一热评，那你们的机器人绝对就是一个时代的开端了。这位要喝海了，我卡里钱不够。 以后你在外面把账结了，别让我难堪。我卡里也没钱呀，你自己想想办法。 这是嘉宾老师们的价格，你看一眼，心里有个谱。这老师的价格也这么高吗？知识付费嘛，那网红在酒吧里唱歌都有个好几千块呢，那知识分子更要有尊严啊。那老师，你看咱们有没有可能少请两位老师呢？各有各的道，你们做产品赚钱，我们造势赚钱。
少请几个人就没那个势头了。是是是，您说的对。那个酒啊，是真的不错。娜姐如果爱喝的话，回头我给你送过去几瓶。啊，没问题。小心。今天的这个事儿啊，你放心吧。啊，行，那咱们就随时保持联系。啊，交给我没问题啊。拜拜，拜拜。快来数我，秦台长扣着。不好意思。嗯，差不多应该够。给你。这还差五十呢。姐姐，能再给我便宜五十吗？真的没有钱。累吗？累啊。来，我背你。来。不用。不，真的。我自己能走。我们真的没钱了。你说还有那么多知识分子，我们每一个都要请吗？不会吧。钱的事儿你就别想了，我来想办法。哦，这句话我听着好亲切。我爸那张卡，拿着吧，放你那，罢了吧。嗯，不行，我就这么定了。这卡要是动了，你爸就知道你走上绝境了，伯父不得担心死啊？卡先放我这儿。啊，还有，钱的事你就别想了。你笑什么？就是有一种莫名的幸福。得想办法啊，找不着人就完了。你先别急，你刚刚说那边人力不够，温度啊湿度啊都正常是吗？张总，有客人找你。我过去一下。好。打电话没接，我就直接过来了。最近太忙了，没看着。出什么事儿了吗？人力不够，菜都烂地里了。你看我帮不上什么忙，我还来给你添乱。你说什么事儿？借钱。什么情况？阿健，他把你钱也烧干了。跟阿健没关系。无论你们怎么讲，机器人统治人类是个伪命题。机器结构和人体根本没有可比性。机器无论是智慧还是身体，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根本不可能达到人的高度。我真的不明白，这么一群不靠谱的人，怎么能引来那么多围观的人？一个知识的搬运，我也不太明白。任何超出他见识，但是我看数据，数据告诉我，他们这帮人能把这事儿给做成了。一个编故事的，总伪装成科学家。哎呀，好了好了，我们让方博士来介绍一下这个机器人。现在啊，机器人已经渐渐出现了方方面面。方方面面，快点！作为人类，就靠你了，我们有必要去了解这个潜在的对手。那么今天我们就有请方博士来介绍。就靠你了，赶紧，快，不是，赶紧，靠你了。你是不是疯了？方博士，请坐。合适吗？啊，可以，可以，坐。大家好啊，我叫方远健。首先，我不是博士。而且我们的雨滴也不是高智能的机器人。说什么呢？您真是太谦虚了。创造它的方博士告诉我，这款机器人啊，在全国那都是首创的，其智能化在全世界那都是名列前茅的。各位家长，如果您孩子有一台这样的高智能机器人陪他一起长大，他的未来人生一定会有不同的。方博士，雨滴，打一套功夫。哇，真厉害！这就是未来啊，
我几年前在自己的小说中畅想过，这机器人以后肯定能代替手机。那我来问几个问题，这机器能回答吗？我问问题是吗？因为我们设计的小雨滴主要是以编程和学习为主的，在语言识别应答方面我们会后续完善，那现在只能回答一两个简单的有指向性的问题。雨滴雨滴，谁造的你啊？我在思考人生，请不要打搅我。雨滴雨滴，现在几点？这个问题我也不知道，等我长大以后再告诉你吧。就这智能机器人，制造机器人吧。大家看，这玩意儿就几个舵机，没有智能，根本就是个玩具。压我钱给他，别以为我不知道，跟我谈机器人，他懂个什么？哎，你这对科幻有偏见啊！是啊，是啊，真的是，这什么情况？这什么情况啊？怎么组织的？对不起，起诉你信不信、啊？我们退钱，退钱有用吗？产品被你毁成这样，退钱有用吗？你这也不能怪我呀！我不怪你，怪谁呀、啊？我花钱请你来的。你们这机器本来就是有缺陷的。方远剑，你给我解释一下，他不是什么都会吗？你不是说他什么都会吗？这就怪我了。哎，你干什么呢？赶快把他手机抢下来啊！这是我这辈子最尴尬的一天，最尴尬的。你别动，那就应该是那个纳鲁湾。对，那舆论专家是他的工作，为什么让我顶上了呢？我怎么突然间就跑到了台前呢？我是幕后人员，你别动。因为你表现很好吗？